比赛的队伍是不是外国选手占到整个队伍的80%？从画面中看到的话，整个比赛的这个现在看最后的两公里，最后的两公里，现在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刚才有一名行人，我看发生了最后的冲摔车，最后发生了摔车。哎呀，非常非常的危险！刚才有一名行人是从横穿马路，而且是非常大面积的一个摔车，这个摔车是相当严重的，这简直是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了。我们看这个行人现在呢，几乎是没有任何反应啊，我们知道。应该后面马上有急救车马上要上来，那么前面在大集团被隔开完之后呢 ？Well, a lot of riders were involved in that crash because it was in the last 2 kilometers. Speed was very high, and nobody expected that guy crossing the road pedestrian. So, yeah.That kind of things are not supposed to happen in cycling races. 因为距离终点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去采取赛道的中立啊，现在我们看只能靠前面的这几名车手来去拼抢最后的比赛了。